看得到啊。哎，对，那个基本上这实时画面就是这样的。啊，好的好的。然后前面是三个人，后面演讲的时候就推大了，就哎，好好好，自己一个人。好的好的好的。然后两个人撤了就行了。好。哇，这你看，真金效果非常好，这个颜色搭配也特别好，就是能看见自己会比较的，是。所以放了一本这个，放了一本蓝图，放了一本蓝图地图记录。58分，没事，可以先再休闲几秒。还有就是，因为有的读者可能还没有进来嘛，对吧？这个水是甜水呀、你的手机都静音，手机静音，手机静音，关掉。手静音。现在咱们的直播画面。哦，很好啊。这个作者是谁呀、就轮椅坐着，当时参加追悼会，这个轮椅这个，张勋吗？不不不，可能是家属。不不是也不是，轮椅是谁那天？哎，这个，那谢希哲叫他坐，他不肯坐。哦哦，谢谢谢谢。后来放了一把凳子，他始终没有坐。这谢希哲。就是当年的老领导、老前辈，就是这样的风范，就是。当年，他不谢校长要自己演。对。现在第一排的基本上大多数都走了。那个发言的那个他的这个华师大的这个那个爷陈继瑜。哦，陈继瑜也走了。哎，这都现在都这个年纪了，对吧？谭家珍在做了，这些这都走了。时间到了吗？随时可以开。开始。没有，我的时间这里。我放会表，不会。啊，那是看是看得见吧？哎，好像没有时间。有吗？没有时间吗？没有时间，不要紧。你们讲的差不多，跟我打个招呼。哦，你这个。哇，那就放在那。啊，这个你要放，那就放那吧。放在那个瓶子哎底下哎，好吧。哎，让我看得见，让我看得见。我大概看得见，这样好。再放过一点点，不要正好不是杆子哎，这样。再往波波往这里转转，往这再过来。哎，好了，哎，这样，哎，正好现在7点整，哎，那我们就开始。好，这样，那边几都准备好了吧？其他几。组织我们开始了啊！开始。好，各位读者，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谭其湘历史地理师长的新书发布会。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很荣幸的，请到了我们的葛老师、葛剑雄教授和孟刚老师。那么我是主持人郭时雨。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虽然可能也不需要介绍了。我们葛老师，葛剑雄老师是谭其湘先生的这个嫡传弟子，那么曾经担任这个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所长、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那么是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我们孟刚老师呢，也是我们史地所的这个研究员，曾经担任历史地理的编辑。那么这次呢，是有幸承蒙葛老师这个对我们的中华书局的信任，那么为我们编选了这样一本谭先生历史地理实讲的书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是请葛老师来跟我们讲一讲这个书的编撰过程，以及谭其湘先生的生平、学问等等。那么今天呢，是2022年8月28号，那么今天呢，刚好是谭其湘先生去世30周年的日子。我想在这样一个日子里面，我们通过给大家介绍谭先生的书，给大家介绍谭先生的学问，这个呢应该是对谭先生最好的一个纪念啊。今天因为是忌日呢，就是我们做这个书呢是得到了谭其湘先生家人的授权和认可。那么谭先生的长子谭德瑞教授，他们今天呢因为是家人在自己家里对谭先生有一个纪念的活动，所以呢他不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但是我们事先请谭先生录了一段小视频作为给我们的寄语，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先看一下这个3分钟的小视频。咱们来放一下哈。啊，组织这个视频。3分钟视频。读者，大家好。我是谭其湘先生的长子谭德瑞，
高兴参加这个会，能够跟各位见面，谈谈我的感想。今天正好是父亲逝世30周年，中华书局非常有幸，在这个父亲逝世30周年之际，出了这本《谭吉祥》这个历史编辑事件会。也会少了，再准备好，拿一本书，你就拿一本结分了，放到那个上面。特别要感谢，谢谢。我就推他，就说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他。哎，好，好。我们这个学术遗产做了很多。你声音可以再小一点啊，是不是？不仅是出了父亲的这些。已经最响了，外面响，我们这里不是。开始了父亲的日记，等等，一直到现在，可以讲30年来始终怀念父亲的对他的情和父亲在学术上的工作和成就。30周年，今年的时候，复旦大学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也举行了学术活动。这次苏孟芳先生也参与，而且还参与之前参与的工作，非常喜欢，我也这次表示感谢。特别我们提到中华书局的郭士宇女士。他是在中华书局工作，站好最后一班的一班的我要来帮你提示一下，这个就是说一下我们这个工作做书的过程，你介绍一下吧。他虽然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中华书局，到什么这个上海书局，可是始终没有把这个书局这个工作放弃，把很多细节工作都做出来，才做完这本书。一定要把它做好，我要把个人，我非常感，从书籍的这个书面的设计，页面的设计，装帧等一系列的在去做，这一本书拿到这看，一拿上就看，学术著作，而不是花里胡哨的，所以我非常对这个各司玉女士感谢，希望这本书虽然是个学术书籍，希望能够通过葛剑雄和孟芳先生的孟芳先生能够在学术界产生足够的影响。谢谢各位读者，大家好。谢谢谭德瑞老师，这个也是感谢谭老师的这个肯定，我们工作的肯定和鼓励吧。其实确实能够做出这样一本书来，首先当然是谭先生的学问，然后是家人的这个允许和授权。那么首先要感谢葛老师精心的选编，那么孟刚老师在其中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刚刚谭老师也都讲到，那我这里还想额外讲一点，就是说葛老师一贯是辛苦，他对于谭先生的所有的这个从长水集到全集都是谭这个葛老师经手来主持做这个事情。那么这次咱们做选编的过程中呢，其实孟刚老师他很谦虚，他一直说哎呀这个我就做事就好了，你们不要提我，他刚刚都不肯坐上来，我硬把他拉上来了。但实际上就是在做这个书的过程中啊，很多很多的细节都是多亏有孟刚老师在，就是我们在审稿的过程中有涉及到历史地理方面的一些细节的问题，我们作为编辑把握不住的啊，我就随时抓着他来问，然后他就很认真的去有时候去查啊，有时候用他自己的这个知识储备给我回答。那可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不是有孟刚老师这样随时的这个响应我的话，我们这个书可能就是还不能这么快这么好的推出来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刚刚也是葛老师跟我说要额外的表彰一下我们孟刚老师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把时间交给葛老师啊，请葛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好，大家好，这个今天在这个
很特殊的这样一个时节，啊，我们开这个发布会，并且让我来介绍这本书。我想这本身就对我的老师一个很隆重的一个纪念，因为谭毅生前对他自己的学术成果他是非常珍惜的。我们看一看，如果把谭先生跟其他一些学者相比的话，他除了那些集体成果以外，他自己个人的发表的论文并不太多。所以那年人民出版社要我编他的全集，再三要我，你再看看还有没有更多的，你看跟人家其他先生都是那么好几册，你这里是否还有点能够多编上一点。我告诉他，我说谭先生生前写一篇文章，哪怕写点小的杂记都是非常谨慎的，而且他往往连续几年没有时间写自己的已经完全思考好的论文，对吧？甚至最后留给我们的是有一篇他没有完成的最后一篇文章。所以我们一直在想谭先生这些重要的成果怎么样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能够学习，特别是我们历史地理本身这个专业的人的并不多啊，可以说这个圈子也不大。但实际上谭先生的他些成果是我们专业以外的很多方面的人，特别我们很多青年是应该了解的基本内容，对吧？比如说我们这个国家它的疆域是怎么变化的啊？比如我们现在现行政区它怎么演变来的，可以说对一个国家这些重要的信息那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不是从我们的学科做法，对吧？这样才对得起谭先生学术上这些重大的贡献。所以这一次呢，所以刚才他自己没有介绍，我们告诉你啊，这个郭士义老师啊，他就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而且当初编这本书也是出自他的建议啊。因为去年我们举办纪念谭先生110周年诞辰的活动的时候，他就跟我们提出这个建议，能不能我们啊选编一下谭先生这些学术文章，使他能够起到更好的普及，面向专业以外的读者。而且他也当时提出来，我们这个书一定要在今天这个时刻出版，用这个来纪念谭先生逝世30周年，还有这么个来历。所以我发布这个消息以后，就有网友在我的微博上问，这些地方这些不都在长水街里吗？是的，我后悔着他，的确这些文章它的原文都已经编在长水街和长水街去编。那为什么还选择呢？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谭毅这些的从重要的成果介绍给我们专业以外的广大的读者，让这些重要的成果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正因为这样，我首先还是要跟各位解释一下，谭其骧历史地理十讲，恐怕还有一些朋友并不知道
历史地理这几个字的含义。他们可能以为历史和地理，那么我要告诉你们啊，这个当然在我们专业大家都已尝试了，在社会上面啊，在专业以外不一定大家都明白。甚至有一次我们啊，这个看一个院士，他在翻译历史地理这个名词的时候，他就用了 history and geography， 就他认为历史地理历史加上地理。那么我要告诉他，历史地理呢，它的意思是指历史时期的地理啊。所以谭先生这些这十讲讲的内容都是我们国家历史时期的地理。那么地理呢，大家也明白，一般想到地理马上想到是自然地理，但是我告诉你，地理的全部概念应该是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啊。那么他呢讲的是历史时期的，所以谭先生这里面讲的啊，我们看都是不是现在，都是历史时期啊，是中国我们有文字记载以来这个历史地理。那为什么我们在谭先生几十篇论著论文中间选了这十篇呢？啊，那么当时呢，我们商量，然后定了这么个原则。啊，那我们选确定的选这个编选的原则呢，一个是要尽可能的覆盖谭先生涉及到的历史地理的各个方面，他在这方面做过研究有论文的，我们尽量要把它这部分也包括进来啊。那么第二呢，必须代表谭先生在该领域的最高水平或者最终成果啊。比如说谭先生在这个方面不止一篇论文，那么事实上呢，谭先生做学问是不断的自己啊在原来基础上进步。他也有个观点，如果没有新的见解，不应该再写新的论文。你比如说这里面谭先生讲到上海的建政得民，特别上海的海陆变迁，他前后写过好几篇论文，而且后面的论文有的就纠正了一些前面论文里面的不足失误。那所以我们选的呢，就要代表谭先生他最高的成果或者最终的成果啊。那么这样呢，就确定了十讲。那另外为什么要讲讲的形式呢？我们就希望就大家啊，像听谭先生课一样啊，就谭先生讲，对吧？那么这里呢就有一个问题，因为谭先生原来的绝大多数都是写的论文的写法的啊，所以我们呢有时在稍微也做了一些调整，比如有的一些这个比如一个具体的考证的过程，那么我们可能这里就忽略了啊这个。那么有些呢，它比如不同的论文，我们尽量把它合在一起作为前后连贯的一讲，那么这个呢都考虑到便于我们非专业的读者大家能够更容易接受，使谭先生这个成果啊能够起更大的影响都正来的。比如说我们这里这个十个方面，哪十个方面呢？第一，中国的疆域，这个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对吧？不要说我们非专业的读者以前没有机会很好的了解，就是我们历史地理学界跟历史学界也是做了很大的努力才把这个问题研究的有一个大家可以共同接受的效果。那为什么谭先生这篇文章那么重要呢？哎，大家知道谭先生从
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在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那么画中国历史就问题来了，你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版图那么已经有一个正式的画法，那往前清朝的呢，明朝的呢，再往前秦朝汉朝的呢，要决定这一个疆域的范围，这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对吧？哪些地方算历史上的中国？有的人说，哎，那你根据现在的边界不是很方便吗？不方便啊！你看汉朝的时候啊，西汉的时候疆域已经包括今天越南的北方跟中部，也包括朝鲜半岛的北部。那么你说如果我们这个地图只画到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那什么反映这个时机呢？对吧？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是不是以前有些人主张的啊，或者没有根据的都把它画到中国的版图中间去呢？这也不可以啊，这个不仅违背历史，而且也涉及到我们跟邻国之间的关系。你比如说你把有些国家啊没有根据的就把它画在我们历史上范围，那这个当然是涉及到一个政治问题啊。那么这个原则怎么定呢？所以谭先生他们经过反复的研究，那么最后呢形成这么观念。那这一讲如果大家要看的话，那就明白了，对吧？我们中国历史上疆域究竟是根据什么原则定的啊？那么这个是，你看这个我们把它放在第一篇，我想这是最重要的。第二篇呢是讲中国历代的政区，对吧？我们都知道秦始皇啊，这设立36个郡，然后以后到秦朝后期又增加到40多个啊，那么以后呢啊，汉朝也是郡县制，那么怎么发展到今天呢？怎么发展到清朝呢？这个过程到底怎么变化的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对吧？那么涉及到一些啊，这个我们一些历史地名，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面看是同一个单位，但实际上它的行政等级啊，它的隶属关系啊，还有它的具体的范围都是不同的。那么这个有总的规律是什么？所以这一篇呢，实际上是谭先生，我是根据谭先生这几篇有关的讲稿以及他的这个整理的文章把它合起来的啊。那么这也讲的应该讲，哎，这个比较你虽然这篇不是很长，但是呢可以说谭先生对政区变化的研究，他的观点以及他的基本上对这个论述都包括在里面了啊。那么第三篇呢我们选的是七大古都，这个也是谭先的重要的学术贡献，而且也是我们应该知道的这个历史的常识，对吧？而且在谭先以前，当时流行的说法是6大古都，而谭先经过研究考察，我还陪他到这个河南安阳去开过多次的会，也到现场做考察。那么他提出的新的观点呢，就是河南安阳也应该包括在中国古都中间，因为安阳的那个地方有至少那一个重要的商朝后期那个后来称为殷墟的商晚年都城，就是今天安阳郡的啊，还有一个这个在旁边附近那个就是河北临漳的那个古代的一都的遗址啊，所以他提出来这个安阳的重要性至少不在杭州这个之下。那么所以呢他这个观点后来也得到中国古都学会的一致的接受，那么他在这篇文章里面
啊，比较详细的论述了啊，讲述了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那我觉得这个内容对我们大家很重要啊。这是第三篇。第四篇呢，选择是讲到历史人文地理的啊。那么这篇文章呢，这个还有一个啊背景，就当时啊，这个谭先生啊，一直是要这个他的晚年一直倡导我们要重视啊中国这个历史上的人文地理啊，因为以前这个历史人文地理啊，这个不受重视啊，好像历史地理嘛，重要的就是自然，不是人文。实际上，这人文地理这个的确是非常重要，而且谭先生也预言，这将来是中国一个历史地理一个重要的发展的方面。那么他本来呢，想利用我们召开一次庆贺他80寿辰的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他想在这上面这个做这个报告。谁知在这个以前，他突然要发病了，一度很严重，严重到这个手啊不能拿笔啊，写根本没有办法握笔，而且也不能走路啊，我们都很担心这个会他还能不能参加。结果他就是硬是天天写字啊，天天这个扶着这个走路啊，从轮椅上下来，这样的终于到开会的时候他不用轮椅走进会场。但是当时碰到问题，他这个稿子来不及准备了。那么所以呢，这是他第一次，以前从来不容许的啊，他同意我根据他平时讲的他的意见整理成为一篇发言稿。那么那天他是念这个稿子的啊，而且后来当时包括文艺报什么报道也用了这篇稿子。那么他觉得这个自己既然倡导不能，虽然他对我整理这个稿子他也满意的，因为就是根据他平时的观点，但是他说我要做点实际的东西。那么所以这样的他就开始写这篇文章啊，但是写了一半他最后一次发病了，就所以这篇文章我们现在实际上只有上下面，这是，但是我觉得前面的部分一个综述性的内容，再加上这是谭先生他没有完成的遗嘱，这我觉得更加有意义，所以我们把这篇文章也做一讲，这收进去了。第五篇呢，是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这篇文章我觉得重要性的在于，谭先生我们可以说第一次系统的论述了我们历史的空间变化跟时间变化对文化的、对人文现象的这个影响，对吧？当时谭先生做这篇报告可以起到一种振聋发聩的作用，议会的这个听众都觉得这个观点很重要，而且都觉得谭先生真是高屋建瓴啊，从这个这时间空间这个高度来看，对吧？比如谭先生讲，我们老是讲中国文化，哎，中国文化它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很大都在变化的，同时在同一个阶段不同的地区那个人文现象也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所以你现在讲中国的历史啊，这个人文地理，讲历史中国的文化，一定要讲清楚它是哪一个阶段时间维度，然后呢空间同什么维度，这样的话才能够确切啊。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五讲啊。那么第六讲呢，是很具体的，就是跟把谭先生两篇关于西汉
马王堆就是马王堆出土的地图，关于这个意义以及它涉关历史问题啊。那当年这个马王堆的这个两幅地图啊出土以后，其中一幅出来呢，它实际上出来的时候是叠成一叠的，是碎片，因为它原来是画在这个破上面的，那么当时织起来，经过这么多年呢，已经就是并在一起。那么后来这个工人技术工人把它仔细的揭开来，揭开来以后呢，没有办法，就拍了几张照片，然后把这个照片送来，谭先生还有当时张秀辉先生他们就拼接复原。拼好了以后要复原呢，碰到什么问题呢？因为那些这个很薄的石制品啊，它钉在一起以后，把不同的内容都叠压在上面了。这两片，上面这片的河流画的是下面那里，现在好，最后都粘在一起，那么这样区别开来，那么好不容易呢把它拼出来复原。那复原了，这个它的意义在哪里呢？那这个就需要，所以谭先生要他来啊，这个一方面告介绍给大家这幅图究竟有些什么内容，他们复原下来，他复原的范围是出来在哪里啊？具体上面是这条是今天相当什么河，要讲究。另外，它的意义到底怎么样？我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我进来念谭院研究生嘛，我的确很震惊。为什么呢？谭先生做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论证过程，他把这个图上的一些细部拿出来跟大清一统治上面相关的对比，你看看2100年前的地图，它的精度不比大清一统治的差。你看大清一统治也嘉庆年间的，对吧？我当时看了，原来我们古代这个测绘的啊水平那么高啊，对吧？哎，你这样一比较就很这个那这就很强的论据了。所以谭先生通过这幅图啊，这个很实事求是的肯定了我们中国古代的测绘的技术以及这幅图的意义。我后来写西汉人口地理的时候，就是从这幅谭先生这篇文章里面得到启发。我发现这幅图上面有一些具体的数据啊，比如说它上面某某离，然后呢下面有座今无人，哎，说明他当时这个画的很仔细啊，一个居民点没有没有人，上面都住了，这就成为我后来研究人口地理一个很重要证据啊。啊，所以这幅图这篇文章是我们大家可以认识到中国古代啊那个测绘的技术以及中国古代对相关历史地理的研究啊论述达到的很高的水平啊，2100多年前的啊。那么这个第七讲我们是把谭先生有关啊这个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的两篇文章把它合成这一讲的。那么这一篇文章呢，应该讲谭先生自己啊生前他也很满意，他认为这才是一篇真正有学术价值的历史地理的论文啊。因为他不仅应用了传统的文献考证，还是应用了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啊。比如说谭先生研究西汉下游这个河道，那么以前呢传统说曾经改过一次道，改过两次道，但谭先生结合地形特征，结合考古的发现，他就提出观点来，在他的下游改了无数次的道，在筑河堤以前他是经常在摆动，他根据是什么呢？一个是地形地貌啊，在这一带正好有这么一个
放射型的这个地方地势比较低的。那么第二个呢，谭先生当初就查了，在这个范围里面没有发现太古老的文化遗址，而且发现的大多数都是在应该战国，就是公元前四世纪五世纪以后的。那么谭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就当时呢这一带是因为是水和河流不断在摆动，所以还没有人类定居。这是我在上课的时候跟学生就把一个这么一个啊有力的论据，这么一种利用自然地理考古成果这个研究出来，天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缺失。那么最近几年我看到有个材料，有的人说谭先当时遗迹的考古资料现在有新的发现了，啊，说这个地方本来说没有老的啊，公元前四世纪以前的文化遗址现在发现了。那么这个谭先这篇文章是还有意义呢，我认为从方法论上面照样有它的意义，对吧？因为你如果是这个有新的资料，如果谭先在世的话，他肯定会根据新的资料重新来论据。但这个方法就是在文献以外怎么能够找到证据，这个始终有效的，这就是研究的创新。所以这一篇文章呢，我们也把它把两篇文章，而且这两篇文章正好两个形状，早期的它是根据文献来整理的，而且文献整理的谭先生也是有一个重要的创举啊。当年周一林先生跟我讲，哎，这个看来很简单的结论，我真佩服为什么这么多人看出到现在都没有发现。那我这里不妨稍微花点时间介绍一下，因为他要找黄河古河道，哎，他后来是山海经历找到一些资料，找到什么资料呢？说当时黄河的支流某某河，它是到什么地方入河？那么那一条这个呢支流呢，又说到什么地方入河？那他认为，尽管没有讲黄河在哪里，那么既然这些河流都是入河的，都流入黄河的，那么他们入河的地点有了，把它连起来，不就是一条黄河的河道吗？哎，那么连起来，果然这是一条往西往东北，大概在应该在今天天津附近入海的，的确是一条古河道。但是以前呢，人家这是知道有这条古的具体的地点。哎，谭先通过这个方法把这条这个古河道复原出来了，而且一复原出来，这个颠扑不破啊！你看，哎，我把一条每条河它的进黄河的点找到了，然后连起来，不就一条河的古道吗？对吧？啊，看来很简单的方法，但是要不是你对文献资料、对历史地理原理啊、对河流的基本的这个原理完全掌握，那怎么可能有这个发现呢？所以谭英自己也很高兴，他告诉我这篇文章我自己都很满意，这个方法我的确啊比我想到我自己，他甚至说我颇有几分得意，他告诉我啊。那么这个我们把这两篇的合在一起，这是就第七讲啊。第八讲呢，就河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这是一篇谈非常重要的文章啊。我们以前都讲东汉以后黄河出现了这个六百年，一直到唐朝初年，黄河没有出现过什么大的这个进口啊，也没有出现改道，就是黄河是安流的。那这个什么原因呢？啊，那么以前有的人怀疑，哎呀，用这个时间再来很多，肯定死掉流失了，那这个不对啊，这期间死掉也不少啊，对吧？而且这里间也讲到一起黄河的小的水灾，那么如果真的有这么大的水灾也改到了，怎么会没有记录呢？这不可能的。
对吧？哎，那么还有呢，以前人是想当然啊，说你看看啊，这个既然那个当时是战乱，统治阶级都腐败，怎么可能黄河不闹水灾呢？那么这个也是一种机械的这种推理，对吧？那么但是如果真的黄河有600年800年，那这前或者800年是包括前面，那么基本安流的话，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么以前说，你看东汉是黄景治河，成效那么显著，但是我们看到是黄景治河的时间很短，工程量也不大。如果一次黄河治理能够起那么大的效果，那么到了明朝清朝大规模的治理黄河，投了那么多人工，那么就是到了近代我们有这么好的技术，那为什么现在治河不可能产生那么高的效益呢？那所以谭先做学问呢，首先都是从怀疑着手，对吧？科学上研究是有怀疑精神的，那么因为有怀疑，那么谭先生解决这个怀疑，那么就需要深入研究。好，谭也研究找到原因了。谭先认为，既然现在黄河里的泥沙主要是黄河中游产生的，这个他有具体数字，他去收集了这个近代这个记录，黄河每年流入河的泥沙有多少吨多少吨百分之几，那么他查下来呢，主要是精卫百洛河啊这些黄河中游的河流，而中游的河流那一带就是黄土高原啊，就是黄土水土流失地方。那么从这里面呢，他又研究了水土流失基本原因。那么水土流失基本原因就表面则被破坏了，对吧？本来上面哪怕有点草，那么它就泥水冲塞就不会那么严重。等到你把这个草爬掉，那么好，或者树都砍掉，那么当然直接冲塞侵蚀，那么黄水土流失就严重。那么这个他要结合历史发现，哦，原来东汉以后出现一个问题，原来迁到黄河中游的农业移民跑了啊，又从迁走了，而牧业民族他逐步逐步的向南推进啊，有些地方呢原来是农田，因为人跑了，人口流失了，就重新没有人开垦荒地了。那么大家想，农耕对表土的干扰破坏是比较严重的。那放牧的话呢，哎，一般的话就这个影响比较小。所以他认为黄河中游因为有农反牧反荒，那么这样呢就造成了水土流失就越来越轻微，那么流了黄河的泥沙少了，那么当然这个下游的这个黄河的决口啊泛滥啊改道那也就少了，他从这里面得出这个结论的。而且这个文章是1962年发表的，那么他最后呢他就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我们今天治理黄河不要只靠工程啊，也要就是注意到怎么样减少中游的这个水土流失。所以他提出来黄河中游呢应该是一农则农一牧则牧，有些地方呢不能在这要前面这样来改造，对吧？那今天我们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黄河中游就是这么治理的，啊，你看谭先生通过历史地理的研究，在1962年就已经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那么现在事实已经证明他这个观点是对的，啊，现在治理黄河已经成功的
那么就是很重要一点，就小流域治理，以中游的水土保持，啊，很多地方先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甚至退耕还花，啊，来保护植被，来这个缓解水土流失，啊，所以这篇文章既有很大的学术价值，也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啊。那么第九篇呢，是《云梦忆云梦泽》，啊，这篇文章呢，是可以说谭先生用传统的这个研究方法，啊，跟地理学的原理、水文学、环境变迁各方面科学原理相结合这个产物，啊，我们以前一贯把《云梦泽》看成是一个大泽连成一片的啊，一个湖。但是经过研究呢，认为云梦最早的云梦，它实际上是指一个大的地域范围，在这个范围里面有湖泊，也有森林，也有这个啊其他这个一些地貌啊。那么而这个这样这个大的范围呢，在历史时期里面是发生了多次的变化。啊，有的湖泊消失了，但也有的呢，在一段时间里面，它水体扩大了，啊，那么这个地形地貌呢，这边地貌呢也发生了这个很大的变迁，它把这个过程很好的复原出来了，啊，那么这是第九讲，那么第十讲呢，因为我们考虑到这个上海的历史地也是谭先生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那么所以呢，把谭先生有关上海的建镇的名的年代，以及特别重要上海的海陆变迁，那我们把这几篇论文啊，把它这个归纳起来，那么变成这个一讲，那么这里面呢，你看这个很多问题我们今天长期寄送风云的谭先生解决了，比如说上海这个名称怎么来的，原来有个说法方式里面讲什么居海上洋，这个呢说它上海上这个不通的，什么东西都在陆地嘛，当在海的上面了。谭先生后来找到有关记录，谭先生认为这个得名很简单，就是因为上海最早的聚落它是在上海浦这条吴淞江的支流旁边形成的，那么根据中国的特点嘛，你既然上海浦旁边形成一个聚落，那么它叫上海，对吧？那又比如说上海建镇什么时候建镇的呢？以前有不同的说法，哎，谭先生也找到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就在上海的《旧方志》里面有一篇《寿佛堂记》这篇文章。那么这篇文章呢，看来小的跟上海建镇没有关，但是里面提到监镇董恺，啊，监镇那就当时宋朝的时候这个镇上的行政长官，那么既然有监镇了，就说明这个镇已经有了，啊，所以谭先提出来，最迟不晚于南宋末年咸淳年间。因为到这个时候有了是监镇，等于我们现在讲我们这个镇里面啊，上面镇长某某，那么证明这个已经监镇了，啊，这个证据你看，它并不直接的，但是你有了这个证据以后，在其他说法不攻自破，对吧？就这个意思了。那比较复杂的呢，是上海的那个海陆变迁，这个的确这个事情上谭先晚年也跟我讲了，他也是不断的摸索啊，后面的文章他就否定了前面的，对吧？以后在最后他还重新发表时又专门写了个后记啊，讲到自己哪些，对吧？那这里为什么比较复杂呢？简单讲，我们上海今天上海市行政区划这个6000多平方公里，它有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古老的陆地，啊，历史上讲，这比这个嘉定啊到青浦这个中间有一段冈，三冈的冈，这个冈呢实际上是
比平地高一点的这么一条土坎。那么这个呢是就是古代这个海边上一条自然堤，就是不是人为的，它是海浪冲击慢慢形成的高溢地表的啊。所以以前现在可能看不到，以前去考察你可以还看到这个土里面还嵌着那些贝壳啊什么，就完全是海浪结成的。那么在这条江的它的西北，那是一片古老的陆地，7000年以前的。所以我们今天上海发现的是6000年前的文化遗址，还有一些像马桥、松泽、什么富前山啊，这都是在这一片里面发现的。啊，所以以前有些人你说上海你是个100多年的城市，怎么会有500年的6000年的文化遗址？这是两个概念。因为现在我们讲的上海不是指上海城区，不是老城乡，而是指上海行政区划啊。那么这个一片的6000多平方公里，可以说有这一半那是古老的土地，但在这冈山外面呢，的确是以往的2000多年间逐步形成的。那么要复原出这个过程呢，光靠史料不行的，是要靠文物啊。比如说这个地方发现了宋朝的建筑物，那么肯定这块陆地宋朝已经有，而且肯定等到一个地方成为陆地，要有人来到建了庙了，那肯定又经过几百年了，那是根据这样的推测的。但是根据文物推算呢，又有个麻烦事。文物有两种，一种是不可移动的，没有移动，比如刚才讲一个庙的遗址，这个不移动的。但还有一些文物呢是可以移动的，比如这样发现了南朝、梁朝的时候这个瓷器碎片，那么这个就很难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瓷器是可以移动的啦，对不对？我今天这个地方比清朝承诺的，但我完全可能发现一个元朝的碗。为什么呢？人家去定居是可以把这个带过去的呢，对吧？那么还有呢，这个考古遗址是陆续发现的啊。所以正因为这样的，谭先生也承认，就他写这文章有些结论要根据新的考古遗址要不断的修改啊。那么另外呢，这里还有问题，谭先后来告诉我，他后来也写进去了。一开始往往研究这问题呢，就看到这里的海陆变迁，还有你忽略了全球的气候变迁啊，对吧？比如说有的时候海平面升高，有的时候呢海水退却，那么这个不仅仅是你上海本地这块土地一些相关的，还涉及到一个宏观的气候变化，对吧？啊，还有呢，就是说啊，他这个很多事情的发展他不是这个直线的，有起伏的啊。比如以前啊，这个认为平均每年这个大陆落地增加多少，那么谈起这是不可能不科学的，因为有的快有的是慢，你根据这个的计算是不对的啊。所以我觉得谈心到了后期，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是放在一个宏观的地理条件下面来研究这个啊上海的海陆变迁。很可惜谭英走得早了啊，否则的话呢，这几年新的考古的发现肯定可以更加丰富他的研究成果啊。那么所以呢，这里面呢我们就这样选了10讲啊。那么后面呢还有一个附录，那这个附录呢本来是谭先生为他主编的《简明中国历史地图节》写的图述。因为我知道《中国历史地图节》那个8卷呢上面是没有文字解释的，那么后来呢谭先生把这个8册图里面的总图把它汇编起来，然后呢每一幅图都写了一个图说，就是介绍比如说秦时期，那么就秦时期具体的每个郡
啊，那么这个他的今天定下的位置啊，那么他的名称的变化，那么所以实际上呢是一部对中国家乐政区的变迁的一样是概述，那么所以我们觉得是非常有用的材料，所以我们把它作为附录放在后面，所以我们大家这除了把它作为一篇文章来阅读的话，那么也可以作为大家的工具书，你们各位如果今后遇到对中国的家乐政区啊有什么问题，哎你不相信你就试试看，就翻到这里也许这里就有答案了啊。比如我们现在有人问，哎秦朝到底几个郡啊，那你看看秦朝，谭先生根据他的研究都给你列出来了啊，比秦朝有几个省啊，啊秦朝那么好，省级政权有什么，这里都可以找到答案。那么这里有个说明啊，因为谭先生当时住的是他写的时候这个经地，那么今天很多地方地名都变了啊，那么有的呢离索关系也变了啊，比如本来叫某某县，那么现在变成某某市某某区啊，这个有的地都变了，那么这个呢我们做了一些加了一些注，跟他有些跟他做了改，这一方面呢孟刚做了很多工作，主要都他一条一条的核对编辑，因为我有的时候啊这一凭印象啊，他呢一条条跟你查了有关资料做了这个，那么这个也便于大家的使用啊。那么所以呢我们这个做的这些工作呢，就是希望通过这个选啊，通过这个实讲啊，使大家更加容易啊了解中国历史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基本的知识啊，了解谭先生的成果，便于我们正确的学习啊，来理解历史地理啊。那么，就像我们每个公民都必须了解我们的国家的历史一样，我们也必须了解我们国家的重要的历史地理的这些内容。那么我们这个书啊，当时还有一个这个也许我也是已经看见人家这样做，我们也这样做的啊，就是给大家提供机会能够听到谭先生生前做讲座的原声啊。那么我们呢现在大家看，比如这一片啊，上面我们这里有二维码啊，那么这一篇内容呢有两篇地方，一个呢是我写的导言，那么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地理，大家说你怎么胆子那么大，谭先生的书还要你写导言吗？其实这一篇当时是谭先生让我写的，而且经过他审阅的，是那个时候当时还叫中央电视大学，现在叫中国开一个这个文化的讲座，那么叫谭先生去讲，就是基本上就第二篇这个内容，第三篇的内容就中国的政区，那么前面要有个导言，就是我们讲历史地理，那么什么是历史，怎么学历史地理，那么谭先生就说啊，这一部分你来讲，那么我呢把稿子写好了以后再给谭先生看过，谭先生行，那么这个我讲的，所以实际上是我用谭先生教给我的知识来做这个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地理做这个导演，所以我就斗胆的把这篇放在这本实讲的前面作为一个导演。那么这一篇呢很巧，就我当年这个做导去讲的时候啊，这个原声现在在，那么这个呢也用了一个二维码，那么大家扫了这二维码呢就是听。那么更重要的是里面的第二篇是吧，那么就是谭先生的讲的啊，这个中国历代政区制度，那么谭先生那一次讲的呢也就是这个内容啊，我这篇讲的是根据谭先生在那个电大的讲的课，还根据他到日本去做这个讲座，那么把这两篇还有谭先生后来为文史知识写的，把这三篇把它合起来的
那么这里呢，我们也有一马啊，就可以听到谭先生当年讲课的原声。好，孟刚，你来演示一下看啊。好，来了吧？今天我们简单讲一讲中国历代的行政区划。历史时期的中国，除了中原王朝以外，往往同时还存在着几个边疆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各有各的行政区划制度。今天限于时间，我们只讲中原王朝的，不包括这些边疆政权。中国的中央集权国家是萌芽发展与春秋战国时期。好，我想时间关系啊，大家知道这个方法，那么你们啊，这个可以以后啊看这个书的时候就是可以啊听啊，如果有重要可以反复听啊。那么所以这里面这本书的基本情况，我就跟他做这么个汇报啊，我们平时怎么来选编的啊，也可以说做一个基本的介绍。那么今天是谭先生逝世30周年，我们选编这本书，选编这个十讲，也是为了纪念谭先生逝世30周年。30年过去了，但是当时的情景还是历历在目，我终身难忘。所以这里呢，我就给大家朗读一段我为谭先生写的传记《悠悠长水》的最后这一部分，让我们共同来缅怀谭先生，来追忆这个重要的时刻。8月26号晚上，他已经进入弥留阶段，嘴巴半张着，随着呼吸不断发出令人心碎的吼声，对病人的呼叫已经没有什么反应。离开病房时，我意识到这很可能就是永诀，就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地说：“先生，你放心，国家历史地图界的事儿，其他的事儿，我们都会做好的。”28号临时刚过，他的长子德瑞打来电话，我立即骑车赶去，一点一刻我走进病房，见谭启湘静静地躺在床上，困扰了他10个月的输液管、输氧管已经撤除，弥留的痛苦已经解脱。在0时45分，他走进了人生的最后一步。半小时后，周正赫也赶来了。3点过后，他的遗体被白布包裹着送上灵车。我们推着灵车穿过寂静的院子送他远行。德瑞率领大家向他鞠躬告别，随着铁门砰的一声便人天永隔了。1年后，我们在他的遗像和骨灰盒前献上一束金黄的菊花。第2天，他的子女护送他和李永凡的骨灰坛登上海轮。当到达长江口外的东海时，骨灰在意识中被撒入大海，没有哀乐，没有仪式，
没有传媒，没有外人，只有来自青藏高原汇聚了半个中国的长江之水和连接着全球的东海之波，正敞开巨大的胸怀迎接这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我的老师，迎接他的回归，迎接他的永生。谭启湘逝世了，但他超越了死亡。谭启湘离开了世界，但悠悠长水汇落了浩渺大海，他与大自然共存。谭启湘没有留下骨灰，但他的贡献长留人间。当后人翻阅中国历史地图集和未来的国家历史地图集的时候，当中国历史地理学驰名世界时，又有谁能忘记这个名字？他与我永别了，但他永远在我的心中。在这书的最后，是我跟他编写的年谱，年谱的最后一栏是谱后，就是记录他逝世以后的事，重要的事。现在最后一行写着2013年，逝世后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出版，共3册。那么我想今天我们可以在谱后再加上一行，2022年8月，逝世后30年，谭启湘历史地理十讲出版。当然我最希望的，我想谭先生在天之灵最盼望的，也是在未来的修订的年谱这里再加上一行，2020几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第2、第3册出版。这是谭先生临终的时候念念不忘的事，也是我作为第2、第3册的执行主编必须把它完成的事情。好，谢谢。谢谢葛老师。我觉得葛老师刚才给我们的分享，怎么说，不光是情真意切，而且就是跟读者们分享了编选这个十讲的这个心路历程和学术依据。那么也我也看到我们很多的读者都表示说非常的受益，包括说希望这个我们重版的时候可以把葛老师的这个心路历程组织成文章放在书前等等啊。那么我们呢也收集了几个就是说作者的提问，因为我们应该是1个半小时，我们现在稍微还有一点点时间啊，再请葛老师稍微讲两句。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这本谭先生十讲的封底，我们是收了一段文字，是谭先生自己的文字，他是这样说的：历史人文地理将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领域中最有希望最繁荣的分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那么这一段话毫无疑问，我觉得是充分地体现了谭先生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主要奠基者和开创人，他这样一个高屋建瓴的宏观的立场和对整个学科的判断，未来发展的期望。那么但是呢，因为我们作为就是如果不是专业的读者哈，我们也想请葛老师给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历史人文地理和历史自然地理它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谭先生这里强调人文地理。是的，因为我们一般以前讲地理呢，大家概念里面就是好像地理自然地理啊，
一个地方地形地貌怎么样啊，有什么植被啊，啊，这个山有多高啊，对吧，气候怎么样啊，上面有什么植物动物啊，那么这些呢一般就是自然地理。所谓自然地理，就是这个地球表层本来就存在的这些事物。那么人文地理呢，就是在这个地理环境里面人类的活动所产生的人文景观啊，比如我们这个地方啊建了个城市，那么这个城市它的就是一种人文的景观，是人建的，但是它又离不开这个自然环境的。所以我们讲人文地理，人文地理就是在这个特定的地理环境里面啊，人跟人类的人的存在跟人类的活动啊所产生的这种地理现象、地理景观，这个就是人文地理。比如我们讲文化地理，对吧，文化地理是什么，就在一个特定的地理环境一个空间范围里面，那么人在这个上面的生存活动产生的留下的这种文化现象、文化景观啊，所以这个人文地理它的范围很广啊，可以就这么说，这个只要人类产生以后就已经产生了人文地理、人文地理景观。但是当然了，早期的人类他们生产力不发达，活动能力有限，但是到了以后呢，比如我们国家，我们一般看这个早期啊，这个先秦的一些人文地理景观，我们今天已经可以有看到记载做研究啊，到了近代那就更丰富啊，对吧。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像这个谭先也开始提到的中国的疆域，这个疆域镇区，这个都是人文地理，对吧，这个不是自然的这个这个、自然现象，对吧，但是这些人文地理跟自然环境都是有关的啊。那么这些啊，像城市啊啊，那么这个人口啊啊，民族啊啊，文化啊，文化里面你看很多这个如果再把它具体的分啊，比如说方言啊啊，对吧，学说学派学佛，这些都会跟他，所以凡是一个人文现象能够跟空间概念发生关系的，那就是这就是可以是人文地理现象，对吧。那么为什么这个以前我们相当长的时间里面不重视人文地理呢？因为当时一度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有一个误解啊，这个特别是苏联的斯大林他提出来，就是当时呢就批判地理环境界定论啊，说你看这个自然的地理的变化那么缓慢，而革命就可以改变一切，对吧。所以说你说你这个认为自然环境这个地理环境界定论这是资产阶级观点反动的，那么这么一来呢，就把很多人文的现象都归结于阶级斗争，都归结于这个人类自己本身产物啊，而不是把它跟地理环境跟地理这个概念联系起来啊。所以一度呢认为人文地理就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啊，是这个所以反动的。那么既然现实的人文地理都反动，那么历史人文地理当然就不可能很好研究。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国家中国的人文地理我们是一个宝库，因为你这些人文现象你今天到现场去看复原不了的，自然现象我可以去考察，人文现象都那靠什么的。所以西方很多国家，你像这个以研究历史人文地理著称的像英国法国啊，他们能够做的人文地理都是最近两三百年的，因为他们这个才有这个资料，他们做些什么比教堂的分布啊啊，然后呢殖民的这个迁移这个人口的迁移啊，还有贸易啊，都做这些。而我们呢，我们可以一直说到先秦，对吧，我们做历史人文地理这个有很多内容可以做
啊，很长的时段可以做。所以谭先生说呢，这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怎么样高估都不会过，过去都不会高的啊。那么事实证明，谭先生这个重要讲话以后这么多年，我们现在我们的研究生做的博士论文，好像人文地理的比自然的还多，对吧？像我的学生，我看他们做的都可以归到人文地理的啊。所以我向各位听众啊，今天还有我们今后各位读者，你们认真看这几篇文章，你们肯定会有对历史的人文地理，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更大的兴趣，也许就发出你们来今后继续做这方面研究了。好，就回到这里吧。谢谢葛老师，这个我觉得我们都长知识了。然后我看到还有读者问，说他好像已经拿到我们的这个书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书前面啊，就是是收了谭先生的很多的这个照片，包括他的毕业照啊，包括这个年轻时候这个很帅的长身玉立的照片啊，也包括这是他的一些手稿啊、书法作品等等。那么我们的这个集封呢，也是收了就是谭先生各种各样的照片啊。这个其实有作者有读者就问说，我们集封这个收的照片是问按照什么规律来排列的？这个其实就是说是孟刚老师，这个他当时找了很多很多的图啊，然后呢我们就是在这个里面排，然后请葛老师审定的，要么孟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我们当时怎么排的好不好。你想讲点什么？这个去年这个谭吉祥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复旦大学搞了一个很隆重的一个展览，学术展览，分谭先生的生平和这个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和谭先生对历史地理学的贡献的三大展区对他进行展览。在准备展览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征集了好多照片。这里边收到书里边呢有几种啊，这个是谭德瑞先生在家里找的，然后特地快递给我们，然后扫描的。你比方像这个第二张，就是谭先生在广州学海书院教书时候的，就一张照片。然后还有比较经典常见的，就是谭先生在家里这张照片，是。还有一张呢是这个谭先生在日本的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原来照片是谭先生在角落里，旁边是红叶。然后呢，因为印出来怕效果不太好，所以就选了谭先生这个人像比较大的然后这一份《云梦与云梦泽》的这个手稿呢，是谭先生自己保存的一件，应该是这篇文章的一个藤青稿，但是也能看到，就是谭先生对这个的稿子里还是做了一些修改啊。文章不厌百回改、然后呢，这个谭先生留下的毛笔字非常少，然后这是唯一的在谭先生的这资料当中找到一件完整的题词的，这个是他给这个。我一直很遗憾。因为当时呢，这个人家有的说找谭先生，你给我写个字啊，什么啊，有的是比如啊50岁啊，要他谭先生写一个啊，是吧？那么谭先生曾经说，哎，跟你写一个好不好？我说你那么忙，我机会很多，慢慢有空写吧。好，这样结果到最后我一张都没有啊，所以他们当时要我找找看，我没有。对吧？我只有一些谭英后来叫我这个跟他整理呢他的文件的时候，有些手稿给了我。哎，这里顺便讲讲，大家看这个手稿，有些年轻人觉得怎么样？哎，一直到我们念研究生啊，这个时候都还没有这个现在的什么电脑啊，打字还这个也是专门要找专门的打字员的。我当时我记得我的这个博士论文，我的硕士论文是我自己手写写好以后，那写在那纸上面再印的。所以谭先生留下的所有的都是他手写的这个手稿啊。那么他留下了少数以前这个在浙江大学什么那种比如都还是毛笔写的啊，那个包括笔记的什么这个讲义草稿都是毛笔写的啊。对，说到这个我倒是想起啊，对，我们先说回集封哈。集封
我们一共十讲加上一个附录，一共十一个集封，每一个集封其实都是谭先生的一张照片啊。我们基本上呢其实是按照时代排的，就是从30年代、40年代，他这个是50年代的证件照等等。但是呢，唯一呢就是说，其中如果是照片和那个文章的内容有关系的，我们就是放了，会放了有关系的那张照片啊。所以呢，可能有的读者看就觉得它不是完全按时序啊，不按时序就是因为它跟那个内容是结合的啊。然后是因为有些照片呢，现在当时拍的质量不印的质量不是很高。有的很有意义照片，但是没有办法用在上面，对啊，这也很遗憾的。我们展览的时候还放大什么，还可以又在放，但是要放在这个书上呢，这个他没有办法印得清楚，对啊。现在还有几张照片的确看起来不大理想，对吧？那么这个没有办法，因为原来的照片质量比较都很有用，翻拍啊。包括葛老师刚刚讲到，我们在做书的过程中，真的是就逼着葛老师，你找一找。合影怎么会没有给您写的那个字、然后就像葛老师刚刚讲，确实没有想到之前做王水照的学术人生，王水照先生跟钱钟书先生也没有合影、原因就跟葛老师讲的一模一样、我倒有一几张，但是往往不是专门的这个、对吧，对对啊，好可以读者问这个、对这个、就是书名、这几个封面的字是吧，对对、那你说孟刚说一下，是这几个字，这个封面这几个字呢，这个觉得特别有意义，是选的谭先生自己写的字，他的姓名跟历史地理这个两个就是集的，然后我们所里有一个所刊叫历史地理研究，这是谭先生生前这个主编的，他自己，他提的，这个谭先生亲自提的，所以我们觉得也有意义，就把他就这样就记在就。可惜“十讲”两个字找不到，十讲，对，其实“十”讲到了，“十”是找到了，就是“讲”找不到，无论如何找不到。本来要拼也拼不起来，对对，对吧？对，所以本来的话，最好这个多用谭印自己多好呢。是。那么这样，与其我们硬拼，还不如把“十”，所以“十讲”两个字只好用了排印了。对。讲其实是只有一个很多字的里面一张很模糊的照片，无论如何把那个讲字抽不出来，效果不好，所以就只好算了这样子。哎呀，这个今天还有不少人都这个、对，谢谢大家 然后我们还有10分钟的时间，就是我们简单的请这个葛老师给我们讲一下，因为有读者在问，就是说如果是历史地理想要入门哈，因为我们也是更广大的读者群，有很多感兴趣的，但是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入门啊，你看看。给读者介绍一些书、怎么入门这样子、这样就是这个，因为你要谈历史地理入门呢，现在有几种啊，这个老学者他们写的编的啊，比如说我们已故的这个周一林教授啊，他这个写过一本中国历史地理这个概述啊，有好几个版本。那么为什么我推荐这本呢？那这本书的来历是这样的，这个当初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时候，曾经约谭先生要写一个长条，特长条，要求20万字。那么谭先生呢，就请周一林先生写，并且他自己呢指导啊把关。那么等到这个写好了以后呢，后来《中国大百科全书》改变方针了，说这样的特长条不收了，那么这个谭先生觉得这个稿子很可惜，对吧？花了那么多功夫，而且基本上把历史地理的概述内容，都写了，那么就建议周先生，那你干脆就把它扩充一下，变成一本书。正好现在当时呢，大家苦于找不到类似书，那么所以这本书呢，这个是。跟其谭先生在谭先生指导下面，可以说这个概述是可以代表了谭先生跟周先生，就是具体的讲述我们复旦大学这个点上面大家共同的这样一种成果的。所以我建议这本书大家可以看，那么这样你就可以看到历史地究竟有哪些基本的内容啊，每一方面有些什么基本，这个写得很好。那么其他呢也还有几种啊，比如说其他有几位学者啊，这个也都有历史地理啊这个概论啊概述这样一些著作啊，那么这也都可以
这个参考的，因为各本都有自己的特色啊。比如以前这个已故的王玉明教授他写的，他的内容比较多啊，上下两本，对吧？那么这个还有呢，这个好像马胜也一本，对吧？还有几个都有。那么还有呢，像这个周盛赫先生，他有这个历史地理的那个也是，他是叫十讲九讲，对吧？也有。那么这个还有，那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啊，这个去看。那么我觉得呢，从入门来讲呢，周逸林先生那本书还是比较合适的，啊。那就是我们可以看谭先生这本书，看周逸林先生的书，对吧？就是好像还有读者想要问那个历史地理地图集的中国历史地图第二册有没有时间了？哎呀，这个事情呢，我作为现在因为你看，在谭先生去世21年以后，第一册才出来，啊，这个谭先生当时82年召开第一次编委会，那么等到第一册出的时候。我看那个上面的这个编委的名单了，啊，已经只剩下4个人了。最年轻的是我，然后周逸林先生，还有呢，当时黄胜让先生还在，还有一位邓瑞麟先生，他们两位都是90多了。那么到现在呢，周先生也走了，黄胜让先生也走了，啊，说现在还在世编委就是我跟。这个啊，邓瑞麟，邓瑞麟现在快100岁了，是吧？我25年，5年的啊，这个97了啊，我都这个77了啊。那么这个种种原因，因为它是一个重大的国家项目啊，所以很多事情呢不是我们个人可以决定的。那么总算3年前，中国社科院要重新启动，那聘我担任就是第2、第3册的执行主编。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这些工作也做。那么最近呢，可以这样说，第二册的编稿，因为原来这个编稿我们这次最重新审定一下，基本上定稿了。那么实际呢，也大多数完成了。那么现在就是我们要把这些稿子全部交给地图出版社，由他们进入具体的设计跟这个制印的阶段了。那么接下去呢，还要做。第3册的，但是要什么时候呢？这个我实在没有办法讲，啊，因为这些有些中间发现的重大的问题，还要请示指有关方面，啊，那么还有在呢，有些内容，因为现在的编稿定下来都是上世纪的确定下来的，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有了新的结果，那么。这些结果要不要放进去呢？再放也不行，你这个放了，其他的我们当定的是。那么还有一些问题，可能这个发现原来一些作者的，假如有些地方今天看来可能有问题，但是原来作者好多都已经离开我们了，对吧？所以这个里面具体的有些问题处理呢，还会要需要一点时间啊。反正我这里一直。包括我记得那位网友已经几次在我的微博上问我的过了啊，我说不好意思在具体怎么回答你要什么时候，但是今天我刚才啊已经在谭先生啊在天之灵面前我们保证了，从我个人来讲我一定尽力尽快，好吧。谢谢葛老师。那么至于还有网友问就是怎么买的，这个就是各大网店就当当啊京东啊这个各种都有了，然后书店也有了，也跟大家汇报一声，我们这个书是4天前刚刚上市的，到现在已经发货1300册了，那么我们首印一共是5000册，也就是说按这个比例来说呢，就是乘以四嘛，4个4天以后首印就卖完了，所以想要首印的同志们可以抓紧下手了啊。那么如果好像基本上没有别的。还有刚才我看上面有人问我们那个电子版的事，对吧？对。那么这样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注意，这个我们前几年在研制在做的呢，正式名称叫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英文简称 CSIS。
这个并不是中国历史地图的电子版，这两回事啊。这是就是说我们重新编一个就是中国历史的信息系统，那么这个有什么差别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历史地图集，大家都知道每一册它基本上有个标准的年代，就是你不可能比如汉朝，你不可能这个西汉两百你做两百都画错，那么就选一个资料最完整的，一般的就是跟它的地理志或者经国志的时间差不多，那么这样。但是我们这个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呢，它就只要找得到资料，只要有办法定点，那么就是延续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福建省，我们在这个大本图里面，我们只画了二十几幅，就找了二十几个年代的地图。但是我们这个 CHIS 这个信息系统里呢，我们统计一下，大概可以有200多个年份啊。所以这它是这么个东西。那么大家说完成了没有呢？我只能这样讲，就是这个中原的部分，这个应该讲基本都完成了。但是现在麻烦的呢是边疆有些地方，这些地方呢资料实在太少。那么你这个画图呢，我可以大致的定个点，但是要进这个系统，我必须有精确的数字，比如它哪一年的地名，哪一年到哪一年地名。还有地点的话，比如说东京北纬多少，那这个就没有办法。还有呢，它跨度太大，比如说有的时候有一个地名啊，这个汉朝有个地名，下一个地名找到的就是清朝了，那么你中间怎么连呢？所以呢的确有这方面的困难。那么现在呢这边疆部分呢只能够可以说告一个段落啊。那么现在有些内容呢其实因为它是个这个电子文本嘛，所以我们也不是出版的。那么现在这个材料呢在我们的复旦大学语共网，就是我们所的官网上面啊，我们陆续陆续把一些书籍都发表了啊，大家可以用。那么还有呢另外一个呢，我们授权这个哈佛大学哈佛燕京的网站上面啊，它也有的，还有一些我，那么大家呢可以在这，那么这些资料凡是我们已经公开已经发布的资料实际数据，那么只要你不是用于商业目的都可以免费的下载的啊。但是可能有些这个朋友呢这个可能不习惯使用这些材料，他希望得到最好是成一张张的地图，那么这个呢恐怕你要找人这个学一下怎么样利用这些数据，好吧。这个这些材料，这些材料很有用啊，你这个学生们用起来都很，哎对对，我们现在这个哎都可以啊，这是画地址地电子地图啊，而且它最大的好处你可以根据需要哪一个年份的什么地方的，而不是像这个地图这样，他比如画了元始五二年，你就没有办法画其他的，要你自己。那么这里面你找到的好多就是具体你需要的年份的，希望大家都用，好吧？我觉得这真是太好了，这真是我觉得应该是为我们不光是历史地理学界吧，为整个历史学界和所有的中国史、中国地理感兴趣的哈、这个真的是对对太有用了。好的好的，现在谢谢葛老师，谢谢孟老师，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已经超过了啊，那我们的这个新书发布会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读者和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我们可以保持各种形式的联系啊，葛老师有微博、这个我们大家啊，比如我有微博，而且有些朋友他要跟我联系，那么有些除了微博以外，你可以在新浪微博给我发私信啊，我一直保证过啊，这个那一年在央视做那个这个开讲的节目，我曾经说过，你们可以跟我联系，啊，只要你是真正是问题，我保证回答，至少我会回答你第一次，啊，当然你如果没具体的，我就不理你，你就放心，好，对对对，谢谢大家，谢谢葛老师，谢谢大家。